这个我们为什么要办法会？为什么要聚聚在一块儿？所以是释迦牟尼选中的这一天，这个我们中华老祖先选中的这一天，我们的祖宗也选中了这一天做祭祖日。儒家文化是孝道文化为先，所以选做祭祖日，这是儒家文化节。道家是三元大帝之帝官。 中原大地圣诞也选中了这一天，啊，佛家释迦牟尼穆建莲为救母亲出这个恶鬼道，然后这个释迦牟尼教导他，也选中这一天佛欢喜做佛欢喜日来设盂兰盆会广度有缘，说这一天是最吉祥。 不是你们之前把它过成了一个迷信、哭哭啼啼、到处悲悲哀哀、悲悲切切的这么一个鬼节。它虽然是可以是做鬼最欢喜的节日，实际上也叫佛欢喜日啊。那么佛也欢喜，鬼也欢喜，祖先也欢喜，你们凭什么就不欢喜啊？欢喜一下就鼓鼓掌吗？对，提升一下自己的那个快乐度啊。 按这个九祖七玄出幽冥，都不再受苦了，这多么欢喜的一件事啊！怎么就把它变成一个哭哭啼啼的节日了呢？说此日最吉祥，最吉祥的时间我们拿来什么？拿来祭祖。最吉祥的时候，我们来供养这个四生法界诸圣贤啊！我们供天龙八部众神明，我们供。 这个过去七世父母，供我们今生父母的九代列祖列宗，甚至更久远的列祖列宗啊。那么这个人天六道同欢庆，说这是一个欢喜的节日，大家不要把它过得悲悲啼啼的、悲悲切切的。这个这个到处都是乌烟瘴气的鬼节，不是啊？是这一天。 他们鬼道众生最欢喜的日子，也是六道众生都最欢喜的日子。那么在这一天，大家都贡献出自己家里的食物，贡献出金银财宝，贡献出这个药物、鲜花、美酒来供养法界一切有情，它的功德力量最大。所以是这个中元节、祭祖节。 那么还有这个盂兰盆会节是一个殊胜的欢喜、吉祥的日子，我们利用这样的时空来做法会，使所有六道众生的力量聚在一处，四圣法界的圣贤的力量聚在一处，来立德有情。